我是妙姐。小伙伴们会唱两只老虎吗？今天我准备了两只老虎系列的花泥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。有很熟悉的感觉吗？戴上你的耳机，听一下这超解压的声音。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大象的左耳最像什么呢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